为什么是莲花古城呢、啊？哭啊！你不知道。Relax, I've already sorted everything. 算了，我玩下烟好了，别太激动。不要太过分。怎样过分？怎样叫过分？强迫别人练脚。还是你很喜欢练脚？我也是没有意见。啊，我没有练脚啊。我都会玩，哦、oh, ，好，每个都跟 Tens 一样顶。OK， 那我 OK， 那我可能教了刚刚是一只猴子。废，对不起。KL 安安 KL， 安安，不傻笑，可不要理解什么说人话，什么这三下，可能有趣一点。他不是前几天才从你家经过吗？就那个、啊、他好像不知道上礼拜吗？不知道，他就我就看到他从脸前飘过去，坐车的时候，我看到坐车的时候他从脸前飘过去，傻小，那时候还早上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是跑蛮远的，傻傻。我是跑很远，大家看到最帅气的人啊！哇，那我可能真的看错只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前面还有看错只了。对，可能跑出来两只，你懂吗？我可能忘记告诉你，我迷路啊。对的，我方向感不好、啊。OK， 我还记得我之前在游乐场迷过路哎。问号？有游乐场老哥？好，游乐场，差不还记得吗？怎样？没有小地图就不行了，是不是？没有。有小地图啊，但是我不会看。你去买那个 Google 眼镜啊，你装在左上角。你需要一副。哦，怎么 Lena 柯南的眼镜？我们 Lena 怎么一等？还是那是假一等？搞不好是假的，对吧？因为那个框，我记得不是一等的框啊。那卡面也是很旧的。对啊，我刚玩怎么可能会那卡面？那个是那个什么的？那个是组合旅游金帝王的要买的。这肯定不是一等吧？这不是一等啊，怎么可能一等？对吗？骗我？对吗？骗我！那会不会你们都进去了，我还没进去啊？没有，我还在排啊，我还在站。你还在排？别吵！别吵！这个人好凶哦。没有了。气氛对，他还在排，他还在站，我已经进来了。我进来了啦！载完了，载完了。我进来了啦！有进步了，快一点。你好吵哦！你好吵哦！给你们看这个啦，不要吵！给你们看这个，盖屁盖，好吵！